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这个 DP-Link TAPO C200， 它是 1080p 高清的 camera， 最高支持到 128GB。 然后打开盒子里面有什么？它有一粒 camera C200， 然后它是有一个 bracket， 还有一个 adapter， 我已经装好了。OK， 首先你要下载它的这个 DP-Link 的 apps。OK， 然后打开它，下载后，首次你必须要注册一个账号，当然时间上关系我已经注册好了。OK。然后你 make sure 你的这个 camera 已经是开电了的，然后过后现在你就添加设备就可以了，按这个添加设备。OK， 我教你们这样安装啊，选这个型号， go on next， make sure 你的那个 camera 它的灯有在闪了，过后他问你有没有 connect 住它的那个 wifi， OK， 就 check 一下。OK， 你要 connect 住它这个 TAPO cam， 看到吗？ connect 住。OK， make sure 已经 connect 住了是吧，然后你就按这个 I'm connected。 Searching network， 你要连接你电的或你家的 WiFi， 要先我连接我电的 WiFi 先，打完了我的 WiFi 密码我就按 next， 它只支持 2.4 的 WiFi 而已啊。这个 camera 是有2年 warranty， 有问题是可以一对一换的。它也支持夜景模式 ，motion detect。OK， 现在是 connecting to network。OK， 它已经完成了。你会看到它的灯就不再亮红、青、红、青啊，它就是 all the way， 只是青灯而已的。这个时候你已经 pairing 成功了。So 等一下子。OK， 然后你的名字看你要不要改咯，不需要改你就按 next 咯。过后你放在哪一个位置咯，你可以自己选咯，只是让你知道你的 device 放哪里而已咯。OK， 我就放一个 office 吧。OK， 按 next。好了，完成了。过后这个时候你可以放 memory 卡进去，它会录制哦。过后现在我们测试啊，你按进去。OK， 它已经安装完毕了。可以讲话。Testing 1 2 2 3 testing testing， 你也可以调它的镜头，你也可以调它的镜头，留意看这边，可以调上调下。OK，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我了。OK， 好了，我的这支影片介绍就到此为止。如果你要买的话，记得找我。有任何询问，你可以通过扫描加我的 WhatsApp。谢谢大家，批发零售一律欢迎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